思腾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出来！你干嘛大呼小叫的？我以为谁找茬打架。没你的事，我找思腾。思腾，你出来啊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进去。出来，有话跟你说。我希望你接下来跟我说的话最好是有价值的，好歹可以抵消你刚才对我的恶劣态度。你说你总是想不通为什么老天选的是白银，其实没有什么想不通，是你自己当局者迷。白银比你计值更深，谋划更长远，更忍辱负重。他可以不动声色地陪邵延宽这么久，他可以把当生孩子当做保存血脉的唯一途径，他可以在被秋山灭杀的时候装作一副撕心裂肺的样子不露马脚。所有的一切都是白银在幕后操控，哪怕今时今日我们并不知道白银的尸骨失落何处，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一切都如白银所料。渐渐的向着一个最终的目标靠近。为什么老天选的是白银？当然是他，难道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吗？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，让我知道我自己不如白银。我看你真是被纵容的不知天高地厚。思腾，如果一切都是白银的布局，那么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你要合体，而是他要复活。有分别吗？当然有分别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他不是你。我知道我这几天像个傻子一样，让你觉得我在胡言乱语、胡搅蛮缠，但其实我这几天心里也不好过。我不是不能接受自己是白银的后代，我是不能接受我自己和你有血缘关系。我这么说你懂吗？更何况你还要和白银合体，如果你们俩真的合体，那我和你不就……其实，过了今天晚上，你我之间就不会再有任何关联了。起初答应你的，待事了之后让你做回一个完整的人类，如今的确是我食言，无法完成。不过你也只是有了一些我们异族的血脉而已，除此之外，也没有任何异常。跟你告别。
刚才看了看，秦放的眼光确实不错，要不你穿上试试。不高兴了？你和我说说吧，我哄人有一套，我们家把凡儿难过的时候。给您放着。真闲呐，这节骨眼吓唬于瑞哥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人家已经很明确的跟你撇清关系了，你怎么还死缠烂打的，烦不烦？司藤小姐，你这么走走停停看看的，是不是在确认白银的藏匿之地啊？能找着吗？真找不着，我就得一搞一搞八了，那得猴年马月。况且这都是大石头，叮叮当当的，势必引起怀疑啊。闭嘴。小姐，位置尽量准确啊，不是因为我犀利，主要工作量太大了，我怕把保安找。怎么着？这儿？我就不应该怀疑您的能力。您跟白鹰之间肯定存在某种感应，你肯定是感应到了它的存在。闭嘴。哎，接地气。白鹰的尸骨肯定在这山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把这山先翻个遍。您是想用万千同房彻查整座大山？不是我说的，您这么发力能行吗？您不是还不能完全控制赤胆的力量？哎，等等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我就说欲速则不达呀，您还不能完全控制赤伞的力量，您怎么能随便发力呢？先扶我回去。
我饿了，晚上喝高，不高云，喝完不能高云，日后何复乏呀？凡事都得有耐心，是吧？胆大心细。哎，我搞没呢。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你们。你说啊，我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大好青年，有钱，有颜，有身材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在一个老的树上吊死？这一年头啊，在哪吊死都不值得。说得太对了。我再请教一下，你说我一个现代社会的大好青年，有钱有颜有身材，他那棵老人树，他凭什么嫌弃我？帅哥，你要是再磨叽，不止老藤树嫌弃你，小白菜也要嫌弃你了。大哥，接什么电话？认识一下我们呗。哎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去哪儿？洗脚城。这些年轻人啊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。行，大半夜的闯到警局玩什么？有什么好玩的？出了危险怎么办？行，是不是到时候又要在网上说我们监管不到位，工作失利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你看看你那个朋友啊，小姑娘家家的也这么疯，身体不行还非要上山，这上到一半还晕倒了。啊，这也就算了，旁边还站一个拿着铁锹的男人。你说，这谁见了不得往刑事犯罪上想？你说的太对了，而且我这哥们儿确实长了一张不怀好意的脸。嗯，啊，既然你能证明你们都是认识的朋友，这事儿就不追究了。哎，谢谢你啊。明天记得过来，把罚款一交。没问题。我明天一早我就把饭店交了。哎，你们这姑娘真的不用去医院？真不用。她就这样了，她天生的心脏不好，这一累了就睡，睡醒了就好了。那行了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，下次再这么胡闹，我绝不轻饶。谢谢你，你慢走。很好，继续保持。去吧去吧。哎，您放心吧。解释解释，爸，这事儿真不怨我。我说了，我们就是游客，就是想看看画风塔的夜景，才故意待到很晚的。我也说了，我俩认识是朋友，没人信啊。他说话还特别不客气。爸，说我长得压根就不像好人，我长得不像好人，我长得不像好人吗？你说我不像好人，说我不是好人，有人信吗？你们找着白云尸体了？找着什么呀？正找着呢，就不行了。那也就是说没合体啊？合什么体？太好了！哈哈哈哈好，好，你怎么还美不劲儿的呀？
我告诉你，秦发，司藤一醒我就告诉他，说你幸灾乐祸。告诉他呗，我就是幸灾乐祸。呵呵，我看出你喝了。不应该呀，秦发，你怎么糊涂啊？你俩合体多好的事儿！首先从能力上说，一加一等于二吧。对于你而言，太奶奶和太姨奶奶成一个人了，亲上加亲啊！你懂什么呀？你什么都不懂。哎哎，抱的还挺有范儿，公主抱似的。哎，你抱着公主。我抱着老铁。走过车站陌生的人群，许下巧合遇见你换乘，赶往开场迟到的电影，会不会在偶遇电梯某层，谁的快慢各自背影，同框过几秒钟，呼吸随着风街躯刻着空，吹过你已经，只怕你已经下落不明，那天靠近相见不相认，只怕已经悄然无声，众里寻人偷换了命运。慢点行吧，你再给他摔了。在西东城市像迷宫数不清街道，这双手原本可以享有，请放请放请放，习惯了错身无动于衷。哎，你没事吧？自己试试，你试试喝那么多酒再给你们处理试试，我先去了。哎，你别睡这儿啊，咱俩外屋，哎，楼下也行。不是，你吐会儿，你吐一个。在那儿干嘛？我守着他呀。我守着你们。你守着我们干什么？我担心啊，我昨天喝的太多了。我是为你好。我干嘛了我？你太过分了，秦芳，你知不知道你喝完酒得心二散的太大了？这要是让司藤小姐知道，我告诉你。这事儿你不能让他知道，啊！行了，下回注意啊。司藤小姐这回是不是特严重？这次确实比较严重。我昨天就提出来了，我说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，你不应该那么发力，还是提晚了。他自己肯定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但是因为他太想找到白银了，他认为只要找到白银，他自己不舒服就会。你提白鹰，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。昨天我背他下坡的时候啊，严夫人，白鹰不在，不在山上。可是白鹰留下那具尸，意思不就是自己的尸骨
被藏在皇宫大附近吗？对呀，咱们是这么分析。可是昨天司藤小姐发完功以后，把无数藤条都插到土里了，整个小山头都让她给翻遍了。她说不在就准不在。可是，你说不埋在土里，那能搁哪儿啊？宫华峰塔里了？怎么可能？你这说的越来越离谱了。华峰塔游人如织，怎么可能把尸体放在华峰塔里面呢？早都被发现了。对呀、啊。行了。咱回去睡吧，你看看你的眼睛，跟熬鹰似的。哎，你要干嘛去？我守着他呀，你想什么呢？啊、哦，那我就不守你们了。现在的华峰塔。是2000年开始建的，2002年竣工，也就是说，1946年白英和我太爷爷一家游京撤湖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华峰塔，那所谓的古富风沙。说过了吗？你我之间再无相干，你的记性就这么不好吗？是，我就是记性不好。要不是严福瑞打电话求助我，我才不会过来。那好吧，谢谢，可以走了。换了是邵彦宽，你还会这样冷酷无情吗？跟邵彦宽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你恨他，但正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。毕竟他是你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，秦风，你又开始跟我无理取闹了是吗？我为什么要和你无理取闹？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就算单单从我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作用来讲，你也不应该摆出我欠你几百万的样子吧？我的血可以复活你。还可以在你被赤伞力量反噬的时候缓解你的症状。我说过了，你帮不了我，别把自己想得那么有用。算了，我不和你争这个，反正争了这么久，也还是没有结果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对抗赤伞的力量。直到彻底被你纳为己用的那一天为止。你的意思是，以后每次只要我不舒服或者是被反噬的时候，都要靠你的血来缓解？你能有多少血？人类的造血机能很强大的，像我这样的一辈子都没问题。一辈子？反正你也找不到白银的尸骨了，是吧？而且这些年，到处都在大兴土木，很多地方早就已经不知道施工了多少回了，包括这金翅湖，还有华峰塔。就算白鹰真的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埋骨地，也早就已经不知道被挖掘机挖到不知道哪儿去了。
白英千算万算，也算不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会这么大。所以，司藤，这就是天意。天意让你们无法合体，天意让你只能以半异族的身份活在这世上，就比如我，只能以半人类的身份活在这世上一样。半异族，半人类，这听起来确实还挺配的。但是秦风，如果只能靠依赖别人才能活下去，我宁愿死。司藤小姐，你没事了，太好了！昨天可把我们吓坏了。我想到了，想到什么？你不是说白鹰的尸骨不在山上吗？我也感到很奇怪呀，于是就展开了思考。我觉得这把思考的应该很有道理。说来听听。明明不在化风塔，可那首诗里的线索却偏偏全部指向了化风塔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想，这一定只是一个表面现象，故弄玄虚，用来迷惑敌人。我刚刚查了一下地图，隔壁那个城市也有一个湖，也有一个塔，这不巧了吗？因此，白鹰留下的这些线索，分明就是在声东击西，真正的藏骨之地应该在隔壁。是在水里面。月落而天下之秋，这才几月份？秋天来了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秋天？你快出去看看吧，所有的树啊、草啊、花啊，枯萎的枯萎，发黄的发黄。我刚才观察了一下，以咱家为圆心，半径两三公里花园全是这幅景象。会不会和司藤小姐有关？司藤这是在极力吸收土里的养分吗？而且这次侵袭似乎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。这种严重似乎又不仅仅是因为赤伞的力量。咋整啊？这要让咱赔得赔多少钱啊？叶夫人，你听我说，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们得等司藤恢复好了。我现在去大老宅，你在这儿等我。你别你别走，我一人搞不定啊！你在这等我，哪儿也别去，我天黑之前就回来。
是在几月份啊？有哇！哎，你快给我拍个照，奇观呢！开花，经由一夕之间，整条街绿叶变黄，树叶飘洒，奇迹呀、啊！此行杜撰了一个虚拟的他，普天之下仅此一家，是为了标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。是因为当时的太奶奶久未生育吗？太爷爷至死都不知道，这都是被白英给害的，反而帮他尽心尽力的养大了我的爷爷。
奇迹啊，枯木逢春啊，秦放，快来看啊！奇迹啊，这是，这哪路神仙显灵了？十四等。啊？他不把这些植物都弄死了？这些花草树木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也算是他的同类。所以只要他有能力，就一定不会让他真正的死去。可是斯登小姐之前也做过同类相识的事儿，她那时候该有多难过。秦芳，你说斯登小姐和白银合体之后会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？大家相安无事多好啊，这么打打杀杀的图个啥？醒了，子丹，你身体好点没有？谈不上好，如果找不到白鹰，估计还会更糟。为什么这次这么严重？这很正常，我无法承受体内的力量，每天都在被反复的释放跟侵蚀，所以情况自然一次比一次更严重。所以只能和白银合体这一种办法了是吗？你等我一下。这是我们老张那幅画，这幅画上的塔跟现在的画风塔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没什么难想的，既然不在山上，那就是在水里了。有的时候要想知道白鹰在想什么做什么，就要从我这里推想。毕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白鹰就是我，我们很多的想法跟做法都是一致的。是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放心让秦来福知道自己真正的埋骨之地。更何况，秦来福根本就不会水。要想埋骨水下，就得有船，还得招来水性好的人。这不就等同于昭告天下了吗？万一有所泄露，引来怀有觊觎之心想盗挖的人，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？就算白鹰不是曹操，做不到七十二疑种，但是也不至于曹操给埋了这么简单吧？所以他只是给我太爷爷水上那个点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埋骨点。没错，白鹰那个时候已经被秋山给灭杀了，他的尸骨根本引不起什么风浪，但是他可以提前在水下做安排。水上的人可以活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埋骨地点。可一旦下了水的人，就一定会死。所以白鹰在水下到底做了什么安排？今晚就见分晓。今晚？这么快？再等下去，我就要被赤伞的力量给折磨死了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不用跟我说什么不用跟阵之类的话，我知道大概的地点，你拦不住我。你之前那么反对我跟白银合体的事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积极，这么配合了？是想通了吗？想不通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答应的事情就一定会做的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船上够散的，这是我和朋友借的，组装充气式冲锋舟，大概能坐四个人。秦芳，这景区里让自己开船呢？当然不许了，这不是迫不得已吗？
你可靠点谱啊，我可不想被逮起来两回。秦凤，你过来一下。杨夫人，说明书都在这儿呢，组装一下。一会儿，大概停在这个地方等我。我先去探探。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？不需要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他先去探探。探探？那他今天晚上不打算？不清楚。最好的，不过我们不要纸币，只要银洋。放心放心，全是袁大头。哎，那就好。你们两个把箱子抬上去。哎，好。哎呦，当心点啊，慢点啊。出来，保安该把咱发现了。等，不是，哎，秦芳，他在水底下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说了等。你等什么呀？再等保安等来了。我找到他了。
错的掌心命格，将秩序规则一笑而过，乘一班孤独列车驶出了夜色，凝望着星河灿烂，歌颂着谁的勇敢。这是我的承诺，但是我不希望你们白银行业，我不希望你变成另外一个人，我喜欢的就是眼前的人。我记得一件事，当初到底是谁眼前把我送到河流沙漠荒野沼泽，是我选择心隐隐闪烁，无字划过心隐隐闪烁，无比听说。你想重新变回叶总，所以呢？你为什么想变回叶总？你不也想重新做回人？大家都要做回自己，没有为什么。你做过你自己吗？其实你从来都没有做过你自己。你最初一变是秋山组织，他给你做了一个模子。那时候你不是死的，你只是秋山操控的一个傀儡。好不容易脱离了秋山，复活之后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白银希望你做的事。又或者说，其实你是在复活白银。你根本就没有做回自己，谈什么做回自己？我告诉过你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白银就是我。吃饭了吗？齐芳会游泳吧？会，他那样肯定会。
问我这干嘛？水鬼呢？石头，石头，石头。
想记得他。是他亲戚呢。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，要说没感情吧，还有点感情，以后就形同陌路了。真希望他偶尔还能想起我。算了算了，也别想起我们了，以后他过他的生活，咱过咱的日子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走吧。走啊。怎么又一个？先出水，然后给了秦芳一掌，差点给他打狐狸去，一阵风似的，好像是去高速公路那边了。你们等住我。等着吧，等着吧，走，跟我走。不让等着吗？去楼下啊！是的，
人间烟火，挺好吃的，你尝尝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比那个爆米花好吃？你还没笑够啊？我告诉你，还好我反应快，要不然你就是一个为了爆米花而坐牢的异族了。你说咱们俩认识这么久了，一直都是你看我笑话，轮也该轮到我看你出手一次了吧？你愿意笑就笑吧，我就纵容你这一回。我感觉好像很久没这么笑了。你不经常笑吗？笑得跟个傻子一样。笑也是分很多种的。难道你以前的笑都不是真心的？也不全是。哎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我们人类就是这样，其实很多时候都不能随心所欲，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便要为了自己的梦想，为了自己的生计，为了自己的未来去拼搏，去努力，去坚持。在我父母去世的时候，当朋友们都离开我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这辈子作为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是为谁在坚持，为谁在努力？为你自己啊。生命啊，不知哪里停下。可是这样并不快乐。如此啊，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我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人类。是我啊，但是现在我却有了明确的目标。多说些话，我知道我自己要坚持什么，我知道我自己要守护什么，所以现在我很快乐。经过拥抱告别太多人，承认的世界里总是把人遗忘。你知道那天我被藤条他到湖边差点淹死游过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吗？听见那个声音，我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把你活着从水里捞出来，为什么要用这种蠢招？你是异族，你不懂，这叫浪漫。我懂。我给你买几个气球玩吧。你当我是小孩子啊？这叫童心未泯，什么小孩子？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童心。和我在一起之后，你就有了。你不介意了吗？介意？介意什么？哎，我现在唯一介意的就有一件事情。你说我过两天带你去给我爸扫墓，我该怎么介绍你啊？我就跟他说，爸你快看，我带你的儿媳妇来了。还是跟他说，爸，这可是你失散多年的姨奶奶。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凭什么？
这般开心。秦风，一会儿你回来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好事。还和我玩神秘？行，那你在这待着啊，别乱跑。算二十，哎，好，我给你拿一把啊。好，谢谢。好嘞，哎，哎，没事吧？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不是让你在这儿等我吗？你刚才跟我说有事告诉我，什么事？你跟我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四堂，你说我这气球是不是买太多了？再买点我就能跟着起飞了。哎，早知道我就买一个了，我买这么多严夫一定得笑死我。你过来呀！你是想让我在这陪你看风景？思腾，你看，这底下这些行色匆匆的人，从我们这个视角看下去，显得他们特别渺小。有等待猎人的，有着急和家人团聚的，既有美好的愿望，但其实也有各自的烦恼，所以这就是生活。子丹，我也想和你有这样的生活。我不关心这些。全当在地下等着。早该知道，时间太潦草，留不住星空闪烁的破晓。我该知道，本以为准备好，终究没能够陪你到老。来不及再看清你的眼睛，来不及感受心跳和呼吸，来不及把你拥入怀里。
来不及删去你的痕迹。答应我，就算最后的约定，让我穿越时光找到你。答应我，下次在人海相遇，让我再说一次我爱你。我本是一体，当年我最害怕出现的事情，今日就是你最怕。司藤，我们一族有了软肋，要么越来越强大，要么就像此刻的你，软弱无比，敌不过我，敌不过秋山，你输定了。说了，他的骨头大面积粉碎，缩了脏器，受伤也很严重，说白了就剩口气儿，可能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儿，要么就是撑着想见什么人吧。
还好。说起来，秦芳还是为了血脉呢，怎么能下得去手？Thank you.
你居然不是白银的血脉，你是那个擎天树的后人。司南小姐，秦芳有救吗？司南小姐，你本事这么大，肯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秦放这么年轻，他不能死啊！秦芳到底还有救吗？我的力量无法进入他的身体。那怎么办啊？你不能让他半死不活的躺着呀。严福瑞，你觉得我比白鹰差在哪里？说心里话，我确实觉得白鹰要比司藤小姐你厉害一点。你们当初分体的时候，真的是因为白鹰一心想做人，而你想当一族吗？怎么在我看来，反而白鹰更像一族，心狠手辣，杀人不眨眼。在你们人类的故事里面，狼是吃人的，小猫小狗就是可爱的。白鹰力量强大又伤了人，所以你就觉得它很可怕，觉得它更像一族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替他辩护什么？我们依山林秋泽而活，有什么理由非要去害人呢？生而为藤，你以为我喜欢化作人形，把自己塞进这些奇奇怪怪的衣服鞋子里面？我生长在西南密林，抬头是天，低头是地，风霜雨露，日月精华。想开花就开花，想不开花就不开花，想爱谁就去爱，不爱我我就走。若不是秋山多事，谁愿意一头扎进这人间岛？活也活不成，爱也爱不到。我今天想了很久，白鹰在人间比我多待了九年，这九年时间里他要面对多少人，承受多少事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真正的妖魔鬼怪？要说我比白鹰差在哪儿，就是差在这九年，他去神去谋划的时候，我却在地下安然地躺着。从前我认为，既然分体了，那便我是我，他是他，彼此之间再没有关系。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。不管到任何时候，白鹰都会和我有关，就像他造的孽，我就得亲手来收拾。司南小姐，秦芳到底还有救没有？你知道秦芳最初为什么跟着我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告诉他，我会让他重新成为人，但我说的这个人字，可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具只会躺着呼吸的躯体。司藤小姐，你准备怎么做啊？杀了白鹰。Thank you.
哪儿啊？你把秦放怎么了？你想知道吗？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你知道为了平息人类跟异族数千年的争斗有多难吗？为什么就不能各自好好的生活呢？为什么呀，白英？凭什么就只有他能好好的生活？凭什么我不能？凭什么？白英啊，你不是想知道秦放怎么样了吗？来，我来告诉你。白英，你的执念太深了。这个房间的门窗一定要时刻紧闭，秦放现在全靠这口气撑着，不能让杂气随便进来。哭什么呀，我都说了他一定会没事的。都伤成这样了，即便活下来了，这辈子也就在床上躺着了。他的骨头失碎了，脏器也严重受损，但是没关系，一旦有我们的力量进入，便会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该粘合的粘合，该填补的填补。他一开始遇到我是什么样子，以后就一定还会是什么样子。昨天晚上他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怎么能拒绝你啊？会是谁啊？应该是苍红他们到了。老会长他怎么来了？我叫他们来的，你去接一下吧。你不肯接受我的力量，是担心我斗不过白鹰。老会长一路辛苦，请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们接到电话，连夜就赶过来了。请坐，请坐。司藤小姐这么着急的找我们，想必一定有要紧的事。她能有什么要紧的事啊？坤儿，你别这么唧唧歪歪的。我们要没有要紧的事儿，犯得上找你们吗？司藤小姐，老玄师，麻烦你跑这一趟，是有些事情要向你打听，还请你务必好好的认真的想一想。司藤小姐请讲。当年我和秋山彻底翻脸后一路东逃，自问躲得还算隐秘，路线七拐八拐，就算是追踪的好手也不难甩掉，但是秋山永远找得到我，这是什么原因？
这个不要妄图骗我，我知道你们一定有追踪的独到手法。什么独到的手法呀？当年又没有天网系统，也没有北斗卫星。当年和师父黄家浦还有秋山一同追杀你的时候，秋山手上一直提着一块用石头做的圆盘。师傅，那什么呀？所以你们就是靠那个石盘找到我行踪的。师傅说那叫七星石盘，是远古时期随异族一起降落到地球上的一件宝物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七星石盘就像一个微型的智能数据导航，只要存入所要寻找的异族的 DNA， 就能准确定位异族的所在位置。你是说这七星石盘不是你师父的？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块石盘了。看来这七星石盘应该是皇家的东西。会长，你面子大，就劳烦你替我跑上这一趟，向那黄老太太借上一件。那也不一定是皇家的东西吧。我听说这皇家当年白天不做生意，日暮时候才出摊儿。这黄老太太推着个四轮板车，车上吊盏打亮了的纸灯笼一路出街，好事者跟着就失了踪迹。又听说每到半夜三更，在这深山口密林东，只要是黄老太太卖饼的地方，就总能找到异族。她的鼻子有这么灵吗？怎么就那么笃定异族到底在哪儿？如今看来，莫非是这七星石盘在一路给她指向？这个黄翠兰受了衣钵，必然会百般珍视黄玉留下的东西，所以还是要劳烦会长亲自跑这一趟。我相信您总不希望让我亲自上门去找他吧。哎呦，师傅，我师傅身体不太好，他这样跑来跑去不太合适，要不我去吧。我去的话，那可不行。小玄师，我留着你还有用呢。老会长，这些天发生的事儿，能说的我都和您说了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请您务必帮帮司藤小姐，万一白鹰赢了，那才真是糟糕。都是玄门过去自己人犯下的因果呀。罢了，当时经历这件事的人如今只有老朽了，等我办好这件事，我也有颜面去见我师父了。老会长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您还要长命百岁呢。长命百岁，活那么久有什么意思呢？悬着呀！哎呦，你咋卖包子卖到这儿来了呢？咋不去我那吃包子去了呢？吃啥包子？哪有心情吃包子？啊，没精打采的，昨天没睡好啊？昨天？何止是昨天？我算的啊，大老爷们算啥呀？大早上起来，你得支棱起来啊，精神一点。真是。我今天卖早点呢，剩了一个包子，我本来想自己吃的，便宜你了。我回去给你做点元气包子，让你回回血。去，我先走了啊，明天见。哎，没事啊，那行，明天见。
支棱起来。坤儿呢？不是拿它有用吗？这身还真好看。司藤小姐，我刚才一直有个疑问，您是异族，您都不知道白鹰在哪儿吗？为什么非要拿那个尸盘去找他呀？白鹰若是收敛了气息，我是察觉不到它存在的，就像当时的沈银灯一样。啊，那可糟糕了，咱们在明，白鹰在暗，要是在拿到尸盘之前他先找过来了，咱可……叫什么叫呀？见鬼了！你别糟践鬼了行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有病啊！你以为我愿意？你多大脚？你管得着吗？严福瑞，看我的眼睛。眼睛咋了？简直就是一个人，哪像啊！我明明看上去就是个堂堂正正的大男人嘛。严夫人，你瞎呀？哈，坤儿，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份姿色啊，能让人拿你去做那个美人计，瞒天过海，礼拜桃僵，安能辨你是雌雄？可是这是为什么呀，苏东小姐？你干嘛让他变得和你一样？你们俩跟我过来。你多大脚？慢点，走吧。拉下去，拉下去，拉下去。你就别坐了啊！你们跟我一起想一想，白鹰接下来会怎么办？白鹰。白鹰是谁？你跟司藤小姐相处的时间少，现在是头脑风暴环节啊。还龙卷风呢？你觉得白鹰会去哪儿？我觉得他是逃跑了。你想啊，他对秦放下了死手，就是公开和我们撕破脸了，他心里也含糊，于是就逃之夭夭了。您借那个石盘就是为了追踪他，对吗？说的虽然有些道理，但这不是白鹰的性子。他说伤害秦放只是给我一个教训，那么接下来就一定会有下一步计划。白鹰又不是小孩子，打了你一巴掌得了便宜掉头就跑。可是司藤小姐，他对秦放下了那么狠的手，咱们也不能轻易屈服。你们在说什么？秦放到底怎么了？白鹰伤害秦放，不忌惮跟我交恶，等同于就是绝了坐下来和谈的可能性。那么接下来，一旦无法达成共识，就武力毁灭另外一方。是，现在不只是我想杀白鹰，白鹰同样也想杀我，就像当年约在华美纺织厂一样。我们在明处，白鹰在暗处，他肯定又要使什么阴谋诡计。迎刃而解，你让坤儿打扮成你这样，就是想拿他做一个诱饵，引白鹰上钩，然后咱们给他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对吗？你们一直说的白鹰到底是谁呀？但是这个计划有瑕疵啊。我眼里的坤儿是您的样子，那是因为你对我使了那个沈银灯的法术，可是白鹰在哪儿咱都不知道，怎么对他施术啊？停停停停停停停！秦放到底怎么了？白鹰究竟是谁？你们说的我一句也听不懂，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？自己看去。你不知道我穿这些不好走啊？解释一句你能死啊？走两步，没事，走两步。这聊事儿哪有闲工夫给你解释？去去去去去。
蓝英怎么样都要进到这间屋子里来。一进到这个屋子里，最先会看到什么？不就是门、窗户、墙吗？还能有什么？可把你能的，能是这么肤浅的答案吗？对，就是门、窗，还有墙。尚总家看过了，他这么多年没有回去过，我真挺担心他的。之前庆总还突然要跟他解除合作，这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这两天要是再没消息的话，我真得报警了。装作不在意罢了，想你心里多少也知道一些吧。是不是也偷偷取笑过我？小日子过得真不错，不用担心被打被杀，也不用担心被天上掉下来的炮弹炸飞。羡慕啊。明明就是羡慕还不承认。以前我总说白银跟我分体是因为我想做异族，而他想做人。这个说法也对，也不对。准确地说，是我无法面对自己想做人的这个念头，所以才有了他的出现。
可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啊，否则的话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对了，那天在买气球之前，其实我是想和你说，如果你喜欢过那种吃饭、看电影、逛街的生活，就像现在最普通的年轻人一样，那我愿意和你一起试试看。不过你也够倒霉的，遇到我之后就没有一件好事。但你放心，伤害你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。秦放怎么样了？